苗栗县通霄、白沙屯拱天宫、妈祖往北港进香，将于农历正月22日凌晨1:25起轿出发，展开9天8夜的进香活动。台湾 LV， 你可以回去把所有拿到的东西放在床上。对，等下拍个照。香灯脚们可透过 GPS 定位系统掌握白沙屯妈祖进香行踪。跟大家分享报名资讯，进香公费每人700元。报名后，庙方会把名字写入书文中，禀报圣母护佑吉祥，可获得帽子一顶、流水号的臂章、背心一件、毛巾一条。不要碰到轿子。来，喝了再上，录音吧。太酷了！威士忌我不敢喝，我只好喝伯朗咖啡。发放给你。最后十分钟，冰贝，九大乐透一台。
有大乐透威力。谁在后面？好，我们继续往外。想要了解报名的朋友，可以点击我们的前一支影片2023白沙屯妈祖进香报名，巧遇去年卤煮拱天宫庙口美食。提醒你们进香时需要注意的事项跟禁忌，根据白沙屯地方习俗，香灯脚除了在进香出发前三天要吃早斋，也有人三天吃全素，进香沿途并没有特别要求卤素。几个必备用品可以斟酌考虑携带，长时间走路脚会很肿痛，可以选厚一点的乌兹袜跟大一号的慢跑鞋。衣服的穿搭，上半身建议穿运动内衣、排汗衣，外加一层防风雨的外套，下半身可以穿压力裤，头上戴防晒且防风雨的帽子，并戴上口罩。背包里面装简单的盥洗衣物及用品，以及休息的睡垫。Thank you.
从苗栗的拱天宫到北港的朝天宫距离大约是130公里，但是因为妈祖的路线不固定，所以通常会超出130公里。大家勇往直前，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！Let's go！